朋友们，为了纪念400万关注，我出 cos 了，而且还去了漫展，第一次尝试 cos， 很认真地学习了怎么弄假发和怎么画 cos 妆，还自己动手改造了不合适的道具，以防万一从身高被认出来，还穿了10厘米的矮子乐，怀着忐忑的心出发。等一上来就把人家路人给吓到了。练习一下，练习一下，练习一下。如果有人合照就说抱歉，这次是秘密任务，艾莉又说不方便留下影像资料，作为补偿给你一颗朋克洛德的特产吧。好，不要笑，不要笑，不能笑场，不能笑场，要没有羞耻心。走，我感觉我要，我感觉我要因为羞耻而死去了。真的超级挨人，做这种事情真的是要晕过去了。进入角色，进入角色，我就是银狼，我就是银狼，不要羞耻，不要羞耻，没事，这辈子就一次。还没有进场，就有一位 high two 的 coser 向我打招呼，他说嘿银狼，但是我太社恐了，没有回应人家，他就失落的走掉了，估计以为我是游戏都没玩过纯蹭热度的 coser。 呜呜呜，男的，是男的，遇到一个男孩兔。这个时候其实临近快关门的点已经很多人在离场，人都还没有进场，涡轮就掉了2次，太难了，请通行。终于进来了，紧张的想呕吐。好，可以拍个照吗？抱歉，这次的任务是秘密任务，艾莉欧说不适合留下影像资料，给你一颗朋克洛德的特产。我太羞耻了。你好，可以拍个合个影还行。抱歉，这次是秘密任务，艾莉欧说不可以留下影像资料，但是可以给你一个朋克洛特的特展，谢谢。没听懂。我学的不像吗？可能说太快了，没反应过来。我好像懵住了。可能正常合影的时候，没想到会有人说台词。先去看一下崩铁。崩铁在哪？可以自由吗？那个可以自由吗？抱歉，我们这次是秘密任务，艾莉欧说不适合留下影像资料。谢谢，给你一个朋克洛德的特产吧。谢谢。有小姐姐在我机油。完了，我完全没有办法捏角色的声线，他还超认真的听我在说什么屁话。是的。在崩山的展台又遇到了跟我打招呼的那位男孩兔，他真的超会营业，而且身材小小的，瘦瘦的，超级还原。去的晚了，周边渣都不剩，唉，七年老店长泪目。抱歉，艾莉欧说这次的任务是秘密任务，不能留下影像资料，但可以给您一车朋克洛德的特产。哦，我这是彩蛋吗？对。还以为他遇到官方彩蛋。他可以当个官方彩蛋。没有，原来你这样。可以挤一下油吗？谢谢谢谢。呀，我待会勉强通风。好，好。就是说，我朋友可以和你挤个油吗？艾莉欧说这次的任务是秘密任务，不能留下影像资料，但可以给你一个朋克洛德的特产。好的，谢谢。他是社恐来，还要让朋友来问。亲爱的开拓者，今日的无聊已方号完毕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亲爱的开拓者，今日的无聊已方号完毕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后来我抢走了朋友的青雀扇子，不然星河猎手要闹了。汗水已经混合粉底液、睫毛膏、眼线液，流进戴了美瞳的眼睛，要瞎了。但是必须睁大眼睛，表情管理。可以给你合影吗？抱歉，艾莉欧说这次的任务是秘密任务，不适合留下影像资料，但是可以给你一个朋克洛德的特产。谢谢，配的真的香，谢谢。我们的牌子在哪？嗯，我们的
对角线。那边还是这边？那边。我觉得我损失了一个亿。抱歉，艾莲说这次的任务是秘密任务，不适合留下影像资料。可以给你一个彭特洛德的特产，谢谢。我觉得不玩游戏的根本听不懂。啊，确实不太懂，声音挺好听的，但你在方面。咱们那还没到吗？到了，前面。呀，我的毛怪福利站。老板来查岗，但是他们好清闲哦，下班了吗？领完了。本来想去刁难一下他们整个活的，可是突然怯场了。看看 Lisa 的 coser 吧。还可以，可以吧？这是今天演的最好的一次了。离场的时候已经全身寒透，因为银狼的裤子在屁股那边是个网，有点暴露，所以我穿了很厚的安全裤，爆炸热。你出汗了吗？那肯定出了。我浑身的每一个毛孔，就在这里面，就这里面这一圈，全部都在流汗。哎呀，今天都没有抽招，可惜了，还挺坚挺的。cos 前我问了咬人猫同学，体力差的人第一次 cos 逛展多久比较合适，他建议2小时，实际上一个半小时我就已经不行了，涡轮好重，一直拽的发际线往下掉，皮衣好闷，把汗全都捂在里面，假发跟头皮里全都是汗，体会到了 cos 们的不容易，感谢每一位跟我打招呼的同学们，虽然拒绝了你们的合照，但是很快乐很爽。 cos 简直是一日高频搭讪体验券，从未有过的人生体验。这次提前研究了很久的妆造，自己修剪假发跟化妆，为了还原细节呢，道具也精益求精，手动改造。在我们换电池的时候来合照，有一位男生说，你 cos 的真的好像啊，被认可的感觉真是太开心了。那么我初次尝试 cos 的记录就到这里了，
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拜拜。この番組はおよバース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